号？八月五号。好，那么这个幸运的陈俊鹏队长，好，我们第一位时间来了。那么这个幸运的陈俊鹏队长，来，麦克风交给我们刘文。在这个陈俊鹏队长，来，是不是聊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球队呢一下子被对方重击之后呢，马上就带领这个球队呢又恢复了心理的安打，这个时候的心理的一个想法，怎么样来面对对方的投手？没有想很多，然后想说球队输球，然后就尽量打到球，不要再三打。好，尽量打到球，结果你打了三打六分打点好，那么也恭喜你，那么我们要请你来感谢一二三四五六颗的这个正式的赛球送给我们现场的民主球迷热诚的球迷朋友。这个七九四二七六的朋友已经找到了。